几十年前，世界已经实现了对外在基础设施的满足。我们拥有足够的智慧来创造我们需要的所有财富、基础设施或技术。但是，我们仍然贫穷、抑郁、吸毒甚至自杀，因为我们缺乏正确的知识。了解终极，最终成为终极，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正确的知识。这些知识使印度教徒成为最幸福、繁荣和非暴力的文明。这整个知识被收集、组织和呈现给你，让你体验和珍惜觉醒，获得数百万计的点化、显化灵性力量的课程。所有凯拉萨的灵性服务课程、辅助课程、演讲，500个 YouTube 频道，200个网站，10万本电子书籍，有条理方便用户使用，注册电子护照。